I've always often said that the key to being good at fighting games is the narrative. Okay, I don't. 这个对决凯尔只要被进去就会相当的难受，刚讲就进去啦，一个第二时间后后啊又被苏康。OK， 这边六六偷一个摔，没缘是不是没反应呢？这个六六是复式，你居然会被六六偷过来摔。好，这个场中距离把握的相当的不错，没缘。虽然背后是角落，但是角刀 OK， 但是完全直接慢慢把它推回来了。漂亮，这个距离拿捏的漂亮，这个2 HK 直接把那个气功打掉，这个雷电是不能打开的，是不能这样用的。哦，这边一个点摔，好，这地方挨动很急，好，这地方梅园率先暴逼，这地方他想要先抢血对空，漂亮，梅园，这地方哎又一个对空拿捏，哇，梅园一个判断失误，哦，这边一个摔倒了，哇哇哇哇哇哇，这边要被磨血了，要被磨血啦，哇，艾董没想到这个失误，哎，其实那个，因为那个六六过去，我记得那个放电过去是正式那个抵赖一下指令头的，艾董紧张了，艾董那个要延迟一下下的，你最初指令头是会打空的，因为那持续没那么久，没想到艾董犯这个低级失误啊，没想到。啊，强如艾东也会紧张，强如艾东也会紧张啊！这个对策做出来做得很好，果然这就是顶尖日本群啊！艾东是不是？哇，这个 V 闪，这个 V 闪漂亮了！哎，持续时间的关系，那还要解释太麻烦了。反正普通头摔得到加四，指令头只能摔加三，只能摔加二加三啊！这个太麻烦了，你这个自己想一下啊！我只能跟你讲这样了，我懒得再解释。那是持续时间的问题，哇，六 VS 直接看到，漂亮了，漂亮了，对，真太多了，这是持续时间的问题啊，反正你们只要知道加二加三是速衰可以的啊，加二到加四是速衰可以的时间，加二加三是速指令头五伏速指令头可以的时间啊，你们只要知道这样就好了，因为那是持续时间的关系，指令头。持续几啊？谁能持续几啊？看二还三啊？我忘了，懒得讲了。这不是少安呐，我只是看到放电了。这个是五妹哈拉修女啊，这个是五妹修女，什么少安哦？你不要把它跟那种低级东西混在一起。这个叫五妹修女啊。哦，要换毒药了吗？他跳出拳脚画面，马萨卡诺毒药是吗？哦，是吗？是吗？我这个角度看不太到，是毒药吗？好像是毒药。好像是毒药，好像是这个角度我看不太到，应该是毒药啦，不然不会特地跳出寻找画面，应该是毒药。哎，不是啊，结果不是，还聊天才跟我讲是的，是你个雕啊！哦，这个跳，哦，这个地方抓得很好，梅园这个距离，哇，这个3 HK 有点厉害。这个倒挂金钩有点水平，不过距离太远了，他应该要接2 HK 的，但是没有关系。这个距离拿捏的艾东死死的，艾东强如艾东也打不过日本人吗？哇，这个插招漂亮了，这个插招。哦，这个梅园力回直接打到艾东动不了，艾东 V 也快没了，艾东 V 也快没了，这个地方没救啦，没救啦。哇，看起来艾东跟日本的差距还确实是有那么一点，确实是有那么一点距离啊。梅园虽然是那个投胖卡联赛倒数的，但是他好歹也是第一线的人啊，那也没办法。快打五的最后，居然是日本统治吗？居然是日本，哦，漂亮，这个CC有没有机会？欧美最后希望啊，艾东想偷，艾东想六六偷一个 ES 指令头抓后后抓 V 闪的，可惜被点了。哦，这个穿波漂亮，这边要硬爆 V 了吗？硬爆 V， 这边会不会 V 闪呢？指令头 OK， 最后前面压力给的足哦，艾东开始指令头了，艾东开始指令头了，漂亮。这有没有机会呢？这个气方这个地方有资源。能不能压到？漂亮，这个CC一个中段压持续连段，漂亮。这回会乌梅修流吗？没有。OK， 艾董这边也是选防哦。这必定V反漂亮，这边要指令头吗？选摔。OK，
这边一个中段压哦，一个中脚压持续漂亮。这中脚压持续，刚那个压的不知道是正负零还多少，因为正常是负二。刚那个压的很持续，可能是正负零。啊，梅园可能想说那个是负的，按一下被打康了。哦，这招很厉害哦。白董这个5NK 压持续压得非常漂亮啊，成功的迷惑到他，这个东西细节非常好。好，这个地方哦，这个跳路直千金，哇哇哇，起身速摔，起身速摔，什么鸟蛋 ？OK， 挨动角落看起来是要灭啦，没元摔，哇，直接一个摔进角落结束战斗，哇，操嘞，直接摔进角落结束战斗，这个不放过任何机会啊，不放过任何机会啊。爱东多西达，爱东，那、啊、这边一个 CC 也放枪，爱东是不是有点紧张？这边到角落了，爱东这边会一个牺牲前跳吗？一个牺牲前跳出来了，漂亮！一个第二实验室是躲出来也非常漂亮。OK， 这 B D B 盘，我、哦、这边一个偷到负的偷到，梅园被偷一个指令头，梅园会不会牺牲前跳呢？没有。好，梅园这边要硬暴毙了吗？梅园这边再不暴毙出不来，一个 CC 漂亮，这边一个又一个偷，一个推抗 ，OK， 梅园一直被偷到六六啊，梅园，梅园一直被偷到六六，可以，哦，非常的精彩哦，爱东这边走到这个射程，很小心的做漂亮的插合，但是可惜没有打到康。哦，这地方一个跳路漂亮，这个是偷听的，我敢肯定他是偷听的。哇，这个五枚修流，哇，这个穿波没穿好，可惜。这个五枚修流，这个成功率非常之高，凹两次中两次，很奇怪。OK， 这边拉拉要硬暴毙了。OK， 好，这边弄一个折，挡住了，再折一次。哦，这边爱动没气了，爱动没气了，又有气了，爱动又要折一次。会不会有五枚修六呢？哦，这边猜到了，漂亮！这边起身一个速卡暴毙 ，OK， 这边会打一个生死折了。五枚摔还是倒挂金钩？是摔还是倒挂金钩？速卡他妈的，哇 ，OK， 哇，居然是速康啊！这我是没想到的、啊，哇，居然是速康啊 ！OK， 他觉得爱董要起身速点啦 ，OK。欧美最后希望，难不成又要被日本粉碎了吗？感觉前三会不会都日本人呢？好像有那么一点机会，跟我们的 KF 统治一样，快打被日本统治 ，KF 被台湾统治。哦，这个打康确认连段不错，一个退康漂亮，一个退康这边一个生死哦，一个欧美修理被挡住了。OK， 这个地方生死折打完连段，打完连段生死折打一个 reset 指令头吗？啊，折折折 ，OK。嗯。哦，这个插盒漂亮，直接一个正的过去折，梅园会不会后后？哎呦，直接后跳漂亮。爱懂指令头开始配的比较多喽，这个对空漂亮。这个对空有水准哦，这个指令头果然，我就说他指令头开始配多了，这就是落后的魔力指令头。OK， 这边一个摔被退了，没事。我希望爱动赢啊，我希望爱动赢啊，老实讲，我喜欢看爱动的风格。哦，这个地方左击压持续 B 反 ，OK， 这个地方漂亮一个后跳，这边先脱离这个战场，这边离开这个战局 ，OK。哦，这边被打到康了，但是还不会被生死折，没有关系。这边爱动有 V 了，那你这边乱动，一个戳中段被踩到了，哇，一个戳中段，漂亮，爱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？叶子指令头穿波吗？叶子指令头穿波，这个跳有点，没有被动到，指令头生死折，叶子指令头漂亮 ，OK， 哇，他想穿波的，就没想到没穿到波，直接被抓走哦。欧美最后希望，刚刚那个挡 F 4挡的非常好啊，哇，刚刚那个 F 4我早就说啦，很可以啊，刚刚那个 F 4挡住，哇，那个大门中段非常的优秀，这个真的打十个有九个人会中的，挡住的那个是爱豆，刚讲你就被打康了，不行了。哦，哦，这个一个跳路漂亮，
好，这边一个泽，爱东，这边一个捉急压持续，这边一个七七，哦，这边六六偷刀，梅园一直不敢动，梅园一直不敢动，这个打到康了，有点衰，会不会上完奥呢？没有，起身数点，啊，这必定必反，漂亮。好，这边一个指令头，好像差那么一咪咪，果然一个捉急压持续失败，但是梅园反应慢啊 ，OK， 欧美第一人好像是有那么点实力，欧美第一人。要一个一个把日本人杀光了吗？这个前进，哇，这个指令头他看准了梅园不敢跳，这个捉急压持续又失败了，这个又哦第二时间 B 闪漂亮，哦，这个指令头增加的这个幅度确实是有给梅园很大的压力，然后这个哎居然没有 V 反，这个失误，V 反 OK 失误一次不会再失误第二次了，梅园起身数点，哦，这个地方又要再等 V 反了吗？哦，这 BBBB 哪尼这个距离居然不够，拉拉的距离这么短哦。好，这 BBBB 很漂亮，这就把他压在角落，这一波要定胜负了。OK， B， 哦呦，运气不错，一个捉急压持续吗？哦，这边想要骗一个，哎，这个跳有点甜，这边会选 B 反吗？哎呀，推卡不行啦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OK， 尾灯，但是拉拉资源是满的，爱东这边还是有利的。梅园这边要小心，不能让他进来。但我希望看爱东赢，爱东花一个气，直接折一个中断，漂亮，折一个。OK， 前面用指令头用了很多了，这一次还是指令头。哦，着急压持续，直接指令头，哇，负的你还敢指令头 ？OK， 好，这边选 B 反，必定 B 反，漂亮。这边发一个电，又一个中断，纳尼，纳尼。六六啊，五枚修六，可勒个塞我那放枪啦，放枪啦，放枪啦，还有二一可以对空啦，放枪啦，可惜可惜，哇，欧美第一人不愧是浪得虚名啊。